刘国梁又当总教练了，不过并不是国乒总教练，而是某综艺节目的总教练。近日，横跨文体两届的大型专业运动会超新星运动会官宣了教练阵容，其中中国乒协副主席刘国梁担任总教练。超新星运动会从60多家经纪公司中选出的近150位偶像艺人，在节目中跨界变身运动员，进行各个体育项目的备战比拼。节目中一共有两位总教练，刘国梁是其中一位，另外一位是体操奥运冠军李小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跑步教练苏炳添、莫有雪，射击教练是中国射击国家队队员张娟娟，游泳教练是前中国游泳飞林吴鹏，跳高教练是全国跳高冠军王宇，艺术体操教练是中国艺术体操美女张豆豆。这是刘国梁在担任乒协换届小组组长后的迎乒首秀。自从卸任国乒总教练职位后，刘国梁再也没有拿起教鞭，此次担任运动会总教练也算是再次重温当总教练的滋味。作为中国乒协的未来掌门人，刘国梁参加综艺节目也是在为国乒做宣传，担任国乒代言人。